下面请欣赏相声《杨乃武写状》，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有请。谢谢大伙儿啊！那是，谢谢大伙儿，还有这种呐喊声啊。啊，上次也有喊男神，完后来他眼睛治好了，再也没有喊过。嗯，跑这儿康复来了啊！确实，现在大伙都喜欢那种小鲜肉啊，就长得帅一点的、好看的这样的人演养眼。对，养眼嘛，养眼眼，养眼眼嘛，说有这个。嗯，好，真好。你有点老猪了啊，你有点朱鹤松附体了。这个，就说你现在。喜欢这个小帅哥来说很正常，人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谁不喜欢看点帅的呀？按漂亮的。人家来说，郎老师来说，虽然说长得一般般，但是人家内心猥琐呀，对不对？您这个说话是递进的意思吗？你好好的。确实，就是人家有自己的特色。我呀，自己的风格。刚才两位演员也是比较不错的。对呀、也是我们鹤子科的演员。嗯，德云社云鹤九霄啊，云子科的演员不提了，今天因为没有啊，下回再说。鹤子科的，刚才的金鹤兰、朱鹤松，嗯，也是两个师兄弟啊。刚表演了一段叫《同仁堂》，对，唱的嘴皮子干净利索，清楚啊，基本功扎实。好。对了，这是也是本门的唱之一呀、啊。啊，对，说学都 唱, 唱嘛、快板、蜀唱、来宝。对。啊，还有就是本门的唱《太平天国》。对。这是我们、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之一呀！我也是太快了，这是。嗯，太平歌词，太平歌词。对了，太平天国那年间的歌词，嗯啊，没有那么历史悠久。那为什么叫太平歌词呢？祈求太平盛世，幸福平安。哦，所以叫太平歌词。对，看来是不挨着啊。干嘛看呢？我呀，观众也不太明白，因为什么呢？很少有人在台上唱这个啊。为什么？一场节目下来，基本上没有人唱。那、怎么了？太难了，一上就是一下就是来回刀子的唱。对不对？乍一听啊，观众不爱听，但真说您能听进去，三分钟五分钟听进去了，您再想出去抽烟上厕所不能了，喜欢了，气死了。嗯，您这不胡说八道吗？再来一回啊，来两句大伙儿听一听，我们听听啊。估计啊，可能大伙儿都没听过啊，来两句啊。嗯，杭州美景盖世无双。我能坐会儿吗？买票去。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唱的多的是一站。您唱这个人家会啊，会啊，这是起个头。这是我师父、当年啊，这一首呢白蛇传啊，对，都烂了大街了。白蛇传，对不对？到都会。嗯，来两个平常都不常唱的啊。您还会听那个啊。心内不明何必继续继续啊，把你们能耐的，那人家也接上来了。东走福陵，好，嫌你们嫌你们，你看这二楼多么安静，你再看三楼有声音吗？都开着手机查呢。你看你我听听什么声音。嗯那庄沟。哎呀，我都听见海河那边唱了。哪往哪边看呢？海河在哪边？哦，那边。哪边？对了，是那边。哪边人家也都唱出来了。你看我这是什么？这不是起个头吗？哦，起个头，太平歌词啊，刚开始啊，因为什么？最近呢，好多演员啊，包括我们德云社我师傅啊，张云雷啊等等的哈，在台上都很少唱，就是很少唱一些，很经常唱。嗯，您要想说什么？咱来一个很少唱的。您来一个很少唱的。对了，你还会吗？秦琼观阵。秦琼观阵，哎，很少唱，我师父也很少唱啊。这个来两句啊。嗯，秦二爷，那你看没有动静了啊，很安静啊。是没动静，人都不爱听了，你看看。
哎呦，怎么了这是？要不到我怀里来？您那是肚子啊？啊，那秦二爷翻身下了马，那、啊、没有动静了吧？眼望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防备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你是失之望，孩儿我做高官增光越祖办了想，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斗的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残生，磕一个头来我是尽了孝，磕两个头来我算尽了忠，那秦二爷连磕了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磕罢了头他是忙站起，眼望黄标把话明，你今天驮定我闯了出这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江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手棒鞭锏锤抓拐子六星四门都得锁的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就立了大功，你今天驮定我闯不出这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江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手棒鞭锏锤抓拐子六星四门都得锁的八卦连环阵，江上以上就活不成，这匹马懂得人言善听授予，昏昏大叫两三声，秦二爷马上高端喝，来来来则子你叫杨宁，你我肩对棒战不过秦某就不算英雄，我一言唱不尽这秦琼观阵了，我是愿诸位那居家欢乐是福寿康宁。好，哎，真不错。本门的唱《太平歌词》嗯，秦琼观阵是啊，这个我相信啊，不长不久的时间吧，啊，观众啊都会唱，大家也会了，嗯，希望大伙会唱，嗯，传统艺术啊，希望大伙多多的听，发扬嘛。对了，我们这个来德云社十多年了，嗯，最开始学的都是传统的东西，哦，如今呢，现代人呢都喜欢听现代的音乐，啊，歌曲什么的呀。对了，所以说心里边还是有点伤感感慨 啊，你毕竟学这么多年了，如今这社会用不上了。嗯，你看这抖音里边啊，都是流行歌曲。是啊，到哪儿都是唱这个，尤其今天的中秋节 啊，把老歌都翻出来了。刚才你不知道你看不看？我还真没注意，对不对？嗯，像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万爱千恩呐、啊。万爱千恩，是不是我们都不长大，你们就不会变老了？是不是我们在撒撒娇，你们还能把我举高高？咱俩要饭去了，现在都要钱了。这不是，我觉得这歌跟那挺合适的。多么伤感的一个歌曲啊！不伤感能干这个？这不正煽情的吗？好吧，嗯，啊，这种歌曲哈，就是老歌，嗯，因为我们那个都喜欢听老歌啊，啊，现在新歌不知道你们都听不听啊？您问人家，您听什么歌呢？最近我听的歌少。来，左边跟我一起画条龙，是吧？他那个，那我就偶尔刷刷。画彩虹，哎，来不了，嗯。改天吧，嗯，啊，那咱俩一块来，给我学吧。我不会这词儿，我就不我唱，我会词儿，我不会跳。啊，来，一起来，左边跟我一起画条龙，在你右边跟我一起画彩虹，走起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跟我一起画条龙，画龙不是蛆，蛆是我这样吗？蛆什么样啊？蛆是这个。龙是那种龙啊，这是浪，这是我俩这个感觉，人家能跳出来那种哎节奏，你知道吧？嗯，您这像擦玻璃。哈，咱没有这个舞蹈天分，嗯，对不对？流行歌曲嘛，我们也都听啊，偶尔哎感受感受，知道大伙喜欢什么呀？还有喜欢传统的多一些，
比方说啊，来到天津啊，曲艺之乡，相声窝子。哎，你看大伙儿天津都知道京韵大鼓，古曲都经常听这个。嗯，我也喜欢听这个。您也会这个？对了，其实最开始学了很多京韵、京东、老亭、铁片、单弦、西河呀，嚯，也都学不少的啊。那给我们展示展示吧。比方说，嗯，单弦儿，单弦儿啊，风雨归舟。嘿，好啊，不知道大伙儿听过没有？忽然风雨骤，遍野起云烟，巴嗒巴嗒钉雹把山花打，咕噜噜噜沉雷它震山川，风吹绝岭当啷啷啷响，哗啦啦啦大雨似涌泉，山洼积水满，涧下似深潭，霎时间雨助风而寒，天晴雨助风，风消云散，急忙忙驾小船，登舟离岸他至河间，抬头看往东南，这把云斗山头碧亮亮的天，长虹倒挂在天边外，碧绿绿的荷叶衬红莲，这把打来来那滴溜溜的金丝鲤，刷啦啦啦放下了钓鱼竿，遥桨船龙岸，弃舟至山前，命童儿放花篮，收拾蓑笠和鱼竿，一半鱼儿在那卤水中，一半倒在长江欢酒前。好，都是传统的。嗯，哈，这是那个单弦儿，风雨归舟。对了，最开始啊，当时来到德云社的时候啊，嗯嗯，因为京韵大鼓啊，来到德云社。为什么呀？因为那时候面试几次都是被淘汰嘛。嗯，说是东北话不过关。东北话不过关？您哪儿人呢？您这是东北的呀？东北的东北话不过关，普通话不过关。啊，对对对，普通话，普通话，嗯，普通话。哎，这说着山东人的。那时候一上台啊，就操着一口浓重的那个东北话啊。我师傅问我，你会啥呀？啥都会呀。师傅也救着你，会啥呀？那时候我刚来德云社的时候，那帮学员都跟我一样，嗯，不是我自己这样，都是一看着师傅、于大爷等等，哎呦，这么多明星大腕往那一坐啊，一上台，哎呀呀，近距离的。第一句话一般都是我终于看见活的了，还真是。其实以为自己很幽默，嗯，师傅他们在台底下都是这种，嗯，心里话就俩字儿，阿门。这也没这么说的，这个啊，就是哈，这孩子也行吧，嗯。那个会什么呀？啥都会啊，啊，来吧，嗯，挨个展示吧。当时啊，唱了好多，抬了一段太平歌词啊。当时唱了两句，师傅说可以停下了，一听就是二人转版的，哦，太平歌词，嗯。还有这版本的呢？啊，师傅说这是怎么着？从东北来的会唱二人转呢？嗯，会呀，啊，来两句吧。当时我记得还唱了一个小帽。哦，唱了什么呀？唱了啊，唱了小帽叫十八什么忘了，嗯，什么啊？他们提醒呢，嗯，啊，忘了。二人转的唱了几句，后来那个说还会什么呀？完了又唱了一段那个红娘，红娘啊，京剧的红娘。哦哦，京剧的红娘，嗯。然后到后来唱了好多，哦，说好可以了，这个淘汰。对，嗯，这怎么就淘汰了呢？因为说你唱那么多呀，你这东北味儿太重了啊，口音重啊，那一张嘴就有东北大碴子，你这怎么办呢？嗯，啊，后来就说算了吧。然后我说给我一次机会啊，求老师嘛。老师说你跟着学吧。嗯，学了好长时间。然后呢，第二次考试，那时候就考了报菜名了。哦，老师我来哟，你这还又来了你哈，啊，认识了啊。我说又是我哈，嗯，背吧，嗯啊，蒸羊羔，蒸羊掌，蒸鹿眼儿，烧鸭，烧出去，烧子鹅，卤豆卤鸭，酱鸭，大肘子，嘎的，到他这儿大肘子了啊。师傅说行了，就差给你双击六六六了，哈哈，那会儿也没有这个啊。行了，就淘汰了，这又被淘汰啊，不过关。等到第三次来的时候怎么样？师娘带呢。哦，我师娘人家是专业京韵大鼓啊，打小就学这个。对了，人专业呀，嗯，是啊。我当时我师娘在台下，正好呢，我在这说师娘正好唱了一段京韵大鼓，嗯，师娘问我师傅，这孩子唱的不错，为嘛没要啊？嗯嗯，为嘛呢？啊，这孩子唱的不错，为嘛没要？德刚，德刚。啊，这孩子唱得不错，为嘛没要呢？师傅怎么说的？是不是还没送礼？嗯，什么？不是，没有没有，就是说孩子啊，还在考，
考察当中啊，这么着来一个吧，金鱼大鼓，来一段金鱼大鼓，金鱼大鼓，我大伙儿听过什么呀？想听什么？我听听，我会的挺多的，啊，探晴雯，探晴雯，啊，黛玉焚稿，哦，好好好，什么叫好好好啊？我没听清他说什么，啊啊，像丑墨寅初啊，剑阁闻铃啊，探晴雯啊，黛玉焚稿啊，啊，其实也都我学过，摘一个吧，摘一个啊，嗯，来一个。哭黛玉，我比较喜欢哭黛玉，跟前面没说一样，这就太多了，你说唱谁的不唱谁的，嗯，好，点一个他没桌子，哭黛玉，嗯，寄秋霜重燕声哎哎哎哎，草木零落悲伤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体到垂危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与孩，那么一段，后面还有好大段的，我喜你高洁空心同竹云，我重你暗香疏影似梅花，我羡你千灵玻璃剑之快，我知你心高志大把人压，我爱你骨骼清奇无俗态，我喜你性情高雅艳繁华，我为你八斗才高行七步，我扶你五居十五有手八叉，我听你路窗人静齐声响，我乐你流水高山秦韵家，我哭你春轩早丧凭谁靠，我疼你断梗飘蓬你那是家，这么一大段不容易，这么一大段的排比句，如今呢，这是我可能是很少唱的，哎，一般都唱前边啊，一般什么呢？就为什么就是来到咱们的天津曲艺之乡了嘛，就多唱点传统的，好，也喜欢传统的嘛，就来到德云社之后啊，接触了很多很多传统的，是，比方说京剧啊，在这个舞台上很少有人敢唱，为什么呀？因为国粹它不容易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分钟，没练过这个，那太容易了啊。台下十年功，就是咱没下过这功夫哦，对不对？你看脚为什么之前说红娘啊，嗯，那时候啊不知天高地厚啊，上台就赶着张生啊张生，嚯，那个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那个我说你是大黄，到哪儿都有我，哈，就这么着，像这个红娘小嗓儿，小嗓儿，因为呢，因为现在为什么好多人觉得京剧啊，太磨叽。磨叽是什么？锣鼓家伙半分钟，扛啷才来的，扛啷才来的，扛啷才来的，敲半分钟了，演员还没上台呢。啊，对不对？演员一上台，走道还特别慢。扛啷才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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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啷。哎，走两步又退回去了。为什么呀？哎，走错了。哎，这什么演员呢？这是往这边走，都有这个吧？唱出来的，要不要哼着唱腔也慢？咦。好啊，哎，您上趟厕所回来连二都没听见，多新鲜的，没有这喊二的，还有一一呢，来两句京剧吧。好啊，京剧去吧。我们听听京剧啊，来一段什么呢？来一段，好好这段吧。哪一段啊？啊，来一段追韩信吧。追韩信啊，行吧，行。此时进去不是我主爷，好，我主爷，你也会唱啊？我不会，不会。我你要会唱，咱俩一块唱啊！一块唱啊！一块唱，咱俩一块唱，好吧？咱俩一块唱，咱俩一块唱，唱什么？唱未央宫也行。未央宫啊，嚯，这个有点难度了，这是、我得准备十分钟去。那算了，唱一个你熟悉的都行。未央宫什么追？未央宫啊，行。相国唱，尊你一身
想不听断的楚平王无道行无义，百钢厂负那子的妻，金定教改换银定教，吴湘女改换马昭仪。那一日平王舍猎密见那有功去，偶遇着国母皇娘泪惨凄，他冲冲怒拔剑要斩废物计，谁料想他添火起金瓜相击，太子也死得去，老忠良骨舍上殿就把本那起，怒恼了奸党董杀鸡，在神那宫舍下一条急的立根龙。我想说这个可怜他一家大小三百余口，一个一个泪惨凄，自须讨吃赵官的去往吴国报冤屈，谁知五月到兵期，越王勾践为奴隶，先吃了美女叫西施，还有文种于范那里，西施贤内做内戏，那吴王府差被色迷，听信太宰则不平，吴王他杀了伍子胥，说什么忠良死的苦，到什么忠臣死的去，是这样俺老的功劳天公今期，难道我今天要我说伍子胥也要身受礼。这我们两个第一次在台上唱这个，没错没错，怎么咱俩的第一次都交给这儿了。我爱天津啊。嗯，有一歌吗？我爱天津，天津爱我。这是一个老歌还是？没听过啊，都好唱。嗯，哎，京剧是这样，评剧我也最喜欢。哟呵，评剧还喜欢了？对了，小生、小旦、小花脸，三小戏。对了，评剧啊，这一般都会啊。啊，杜十娘。嚯！啊，嗯，是吧？来两句啊，我们听听大伙儿之前老听那个，来两杜十娘吧。杜十娘啊。孤灯夜下，有人找杜十娘，手扶着船杆。我要开始了啊！你又干啥去？这是咋的了？不是咋的了？不是您这杜十娘歌曲，这说的什么呀？评剧，评剧啊？那谁会啊？说半天那么自信，您不会？不会敢说吗？就是您得会呀。会不就唱了吗？怎么这大过节的倔强而死啊呀？啊！小生小旦小花脸，是刚才说了，又叫什么？又叫，又叫半班戏吗？又叫什么？又叫我不知道了。蹦蹦戏呀，蹦蹦戏。对了，过去叫蹦蹦戏，就一边跳一边唱。啊哟哟，你看这胳膊它又大又圆，你看这个面它又长又宽，你们来这里听相声很开心，四根儿。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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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这还不是评剧啊？这个不是吗？怎么就蹦蹦戏去了？人家是半班戏，念顺嘴了，蹦蹦戏。我以为蹦蹦戏呢，蹦着蹦着后来改成街舞了。这跟那两码事儿。还真知道一点。哎，我就知道这些，知道吧？嗯，京剧来说啊，比那个评剧啊就难很多。是，评剧来说谁都能哼唱这么几句，是吗？刘巧儿，对不对？大伙儿都听过的，新凤霞老师的代表作嘛。哎，对了，包括刚才唱的杜十娘，嗯，杜十娘就是小花脸。小花脸我也学过啊，东北有位名家叫刘立明啊，我知道，我是人家的入室弟子。嗯，观众可能不太知道，这个字眼咬得太狠了，因为入室弟子刘先生特别喜欢我哦，啊，特别夸我这孩子又聪明哈、啊，又伶俐，还这么勤劳啊，跟动脑子、哎、啊，听我的啊，往后啊就别来了，嗯，哎，再来我就弄死你，
我这么好怎么别来了？老头啊，太轴。怎么较真儿了？太封建，我想跟他做门亲戚，他不同意。哇，您想攀什么亲戚呢？我想当他姑爷。哦，看上人闺女了。他闺女特别喜欢我。那挺好啊。就是他女婿反对。你是想当小三儿去了？是不是，我行话叫第三者插脚。对，还插脚？你擦擦脚吧，你是。确实了啊，那时候学了那么一段哦，小花脸是吗？有孙妇虐待待，独守灯光，心思思一念念，独是媚娘，貌似花身若柳，飞燕落掌，羞花貌沉玉容，压倒了群芳，为美人是巧计，花银千两，打动他权杖着，巧舌如簧，不料想他不愿，将我来骂嚷，下心女报不香。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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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捉孙父，哎，活捉孙父，嗯，这是大伙听到的。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小生，小生有这么一段叫《杨乃武与小白菜》。哦，这怎么回事？当中有这么一出叫《背地写状》，经典之极。啊、杨乃武被拘还焉，在监狱里边打算死，这姐姐杨淑英来劝他，嗯，哎，然后呢，杨乃武啊，悲悲惨惨的写下来状纸来，让他写状纸。对了，嗯、这么一段，哎呦，声泪俱下，小生跟旦角较劲的戏。你就写呗，这有可能省声泪俱下的，能把人唱哭了哇！真的假的？大段的唱词啊！那你在这儿给我们来来，我们听听这个。这个来说呀，你看我能来杨乃武、缺一个杨淑英，杨，他得两个人配合。我来呗。杨淑英，嗯，你来这个。我来不了您那个，但我来杨淑英差不多。不是我那意思，你该隆的地方了，隆一隆嘛。没明白。把肚子上的肉往上提。不用了啊，这上面掉下来的。你这掉的挺好的哈。对，我这掉的比较完整，合二为一。对，自由落体。来杨淑英，我来杨淑英，就这么一句词儿。我不用唱是吧？对了，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行，来一遍听听。来一遍呢，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哎，我跟你说，普通话太过苍白，什么意思？跟真的似的。啊，监狱里边来一回哦，兄弟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差很多。那您鼓什么掌啊？你想想啊，监狱里边生死关头你能这样吗？兄弟趴姐们写吧，不要这样的，有那种生死关头哦，这是我兄弟，马上就故去了，得那种着急，兄弟你就趴着姐姐背上我试试啊，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还差那么一奶奶，我这一奶奶是多少啊？这你想想啊，他的悲痛啊，他悲愤哦，哎，悲愤，我背那个干嘛呀？谁让你背悲愤、悲痛、愤怒？哦，这么个悲愤，对，悲愤，哦。别来双肩背啊，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这回来吧。那么一奶奶，我人大伙都认可了，我怎么还差呀？调门不够高啊，长调门啊。他是因为是被冤在这儿的哦，就喊出来。您没说清楚啊，知道吗？来吧，江爷，怎么这么想来了？不是姐姐，你以前是在宫里当差吗？我突然觉得我是剖腹产的。你就是剖腹产的。你别这么激撩激撩的呀！你不让我长调门吗？长调门得出人声啊！完了，我都不是人了。对的，圆润一点，不让大伙一听啊，你这人喊的缺少零件。对不对？对，加油，大伙像个男人一样。不用了，已经可以了啊！就是别太女性化，你别兄弟不要这样，就是
着急着急，这还有悲愤。我跟你说，我也就这样了，我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就这样。好吧，好吧，嗯、我也歇得差不多了。他跑这儿累傻小子来了，你来一回，来一回，哎哎，操，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写呀，趴呀 ，please， 咱不能这样吧？趴呀趴呀，我你别说人家直接趴人怀里，你不用那样。不，他你就趴这儿就行，我趴桌子上就行啊。对，那可以，那可以，我就让我栽在台底，把人钱包偷走了，你这玩意儿。我这本太那个，我把它挪挪行吗？怕到时候银枪刺喉，我这。嘿，来啊，擦，兄弟，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你趴那话筒都颤悠，一趴的这样的。兄弟，咱不是在监狱里吗？怎么改船上了？咱们这个、啊、这个监狱的地板不太好啊。兄弟啊，再来一回啊，擦，兄弟，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不对，姐姐，你压着我的笔了。您也没说这是笔啊，这把笔给忘了 啊。行了啊，嗯，来，擦。兄弟，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对，还有纸。纸。你从哪拿的纸？这儿。我没压到这儿啊。我只是告诉你，我忘拿了。真行你这。擦。兄弟，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对，还有墨。谢谢了几位啊！淹没，哎，好，这回行了，纸笔墨都有了。对了，没有转笔刀吧？这是毛笔，要毛转笔刀。我也不知道他们能说出什么来。擦，兄弟，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没有橡皮。橡皮，你毛笔要什么橡皮？是真的，你写错了拿橡皮也能擦掉啊！兄弟，那个姐跟你商量个事儿。怎么了，姐？咱不告状了。咋的了？你去死吧！快，趁着今儿晚上月亮圆，赶紧到海河扑通死去吧！你这么恨你兄弟？是啊，你不死我已经死了。你怎么你就我怎么就死了？我在这窝四回了，啊！你窝你怕什么？我怕什么？我腰间盘都突出了，你知道吗？哎呀，行，你能不能可以了？证明你还有腰吗？那不这不用证明的事，您闹血呀、啊！您这开始了，赶紧的吧。没废话，别废话。擦，兄弟，你快趴姐背上写吧。不是姐姐，你情绪不对。我还怎么不对？刚才教你的悲愤呢？你没扛起来。已经趴五回了，都没有了。悲愤、着急、吊门都得有了，就这一次啊，机不会成啊！来，擦，兄弟，你就趴姐背上写了。擦，对，他说墨干了。我这还得蘸点墨，觉得他对呀，真是的。你要不提醒我都忘了。我能写了吗？可以了是吧？擦，兄弟，擦，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唱太擦的了，怎么都好了？让我。您这唱的还就可以了，都好了。他们跟谁交流呢？这是他们跟他们考虑我了吗？他们老喊
你这回你轻轻的爬。蹭！我是一个专业的演员。好，卖卖力气就在今天了。蹭！兄弟，你就趴姐姐边写吧。苍贼苍贼浪荡隆咚一个隆的苍提养好血变壮悲痛难忍、你乐什么呀？我没乐。你没乐我都听出来了。上天儿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男人、啊、男人就乐，这是一个唱腔甩腔，你甩腔你呵呵呵悲痛男人，你我是你亲姐姐吗？咱俩是不是非同父非一母的亲姐弟啊？你就给我趴着撅好了，我马上就窝回去了。你快点 啊一会儿狱警来了，我跟你说你趴着他是狱警，赶紧来吧，来了就弄死你，我跟你说。操，兄弟，你怕姐姐，赶紧写吧。苍贼苍荡荡隆咚一个隆的苍，提养好血变壮，悲痛难忍。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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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哦。江南郡杭州府布满乌云，我别动，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系统，官报私头海良民，官保贤故事逛逛相互巡抚唐聚都是苦力杀人，胡蕊兰奉旨巡查江南郡，不知贪了多少银，覆盆冤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命难存，冒死含冤求再审，要把这江南的贪官风卷残云，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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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杨乃武写状，我这张鹤伦杀猪。下面请您欣赏斗公训女，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掌声有请。谢谢啊，感谢大家，再次谢谢大伙儿啊！是了，这么晚了还，哎，好嘞，再来一段。这个这么晚了，大伙还都没走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这就是人来疯，对，在台上就是这样的，愿意跟大伙多聊一聊。是啊，大伙那么一热情啊，我这人也是，只要你给我一份爱，我就还你一片情、嗯，你知道吧？怎么受刺激了？这是就是那种比较开心嘛。啊，来到自己家乡，我就多演点，回馈一下啊。等到返场的时候，多唱点，这都好啊。对，哈、嗯，要不咱直接返场吧？因为这一提的唱啊、嗯，现在大伙儿人都爱唱，都爱听。哎，尤其那个流行歌曲啊，少男少女都喜欢，可不嘛。所以我们这些90后的孩子，您他总说有一种情节，你知道不？你们欲也无法阻止我不要脸的说下去。知道吗？您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好好说啊！作为我们这些80后的孩子来说，都，80后还于什么？这确实不应该了。85年的，好，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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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1885，是1885。接着说，我清朝的。我说您的。别人迁坟的时候把我忘外面了。行了，回去了，回来，回来。这叫较劲了，兄弟，你干嘛呀？这是我这儿拦着，我没说呢，听我说句话好不好、啊？你说，来，哈尔滨的父老乡亲们，听我说句话啊，他确实是85年，1985年。对了，哎，为什么呢？我干的事儿我知道，是吧？他当年在这，我没说完呢，你推我干嘛呀？你赶紧说，你要说不清楚，今天毛囊给你薅没了。您受累了，省剃须刀了。我跟您说呀，咱来德云社一块填履历，张鹤伦1985年出生，这几个字是不是我替你写的？这事儿是不是我干的？我没以为就是他干的，这太淘气了，这个你这么说容易埋在哈尔滨的，那就是我第二故乡呗。好，
好好聊天，嗯，真是1985年的，长得略显老成了一点啊。他呢是1958年的，我们两个呢谁呀？我81年的，妈一年的，都是那个心态来说仍然年轻，对，但是来到德云社来说，说实话啊，就是以传统为主，是学的一些都是传统文化，传统基础。对了，啊，大伙儿都不知道，其实最开始学相声之前，您我啊，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相声演员。对，你是烤串的吗？那不是，我的身份很特殊。后来当的保安吗？也不对。哦，其实我还有另一种身份。对面穿的军大衣睡的。听我说，其实我真的身份是一位戏子。您还是听我说吧。啊，那戏子是对旧社会演员的蔑称了。你这过去老说，对，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有这句，对不对？说着我们无义，他们无情。虽然说没我这里边，没有您吗？当然了，过去管我们这叫什么下九流啊。哦，下九流。对了，下九流知道吗？不知道啊。我跟你说说。您说我听听。一流乌，二流昌，三流大神，四流帮，五剃头，六吹手，七戏八街九教堂。哦，这么个下九流，不明白吧？不明白。我也不懂。对，哎，您说这么六艘您不明白。你看这简单啊，一流乌啊，这是什么？乌就是巫师，过去你看给人家当个国师，有的巫师啊，居神呐、啊、那种，哦，哎，弄个符啊什么的，这种的巫师，一流，这是一流，一流巫、哦，二流昌，昌您知道吧？昌，这跟你回忆回忆，回忆回忆你家里边这种传承，昌，哦，就那个专业的那个，对对，对，业余的，啊，别提这个，来。昌，这大伙都熟悉了。嗯、三呢？对，一流五，二流昌，三流大神，大神就跳大神的。啊、不是，这跟那个巫师、啊，巫师你看都当国师了，跳大师去民间。哦，哎，这儿举个仙儿什么的。哦，三流大神，四流帮，刘邦。哎，刘邦可了不得，刘并不是那个刘邦，啊、就是什么呀？更夫。打经的、哎、对了，打经的过去更夫，四刘邦。哦，为什么四刘邦他那个这个职务为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嗯，更夫啊，那个时候人家也算是那个事业单位啊。哦，就是到几点了你得听他的。对了啊，而且还给人开工资的。是啊，大事了，你瞧瞧，四刘邦五剃头。剃头，那我剃头以前都是挑个挑子，你看修脚剃头，哎，剃头挑子啊，是刀快水热，一秃了一个，哎，都剃头，哪位剃头？五剃头，六吹手，吹手，吹鼓手、哦，哎，比方说你们家死人了，哎，哒哒啦，凭什么呀？举例子嘛，举例子这不好，就是说呀，我说那时候不得吹一个吗？哒哒啦哩哒哒哒啦啦啦哒啦啦哒哒，我们家那死的还挺欢快，你看，就说了剃头吹手，嗯，七戏八街九教堂，七戏就是我们戏子，哦，戏剧演员，对了，八街教街是什么呀？乞丐，哦，勒砖叫街的，一般在街上表演要饭的啊，老爷，我的太太哟，嘿，拿那个砖往胸口上拍，拍出血来，别人看着给钱。旧社会。对了，如今现在不是那样，如今地铁里一场无情的大火，哎嗨，烧毁了我的家园呐。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谢谢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呐。对，你到哪儿地铁里都有这个呀。是、啊、对，弄个音箱，哎，往前搁一搁，再要一个，谢谢谢谢，都有这个、啊、七戏八街九教堂。九这个啊、哎、教堂啊，是卖药糖的，吹糖人的。哦，对不对？吹糖人的那个，你看就吹过去弄一个糖，哎，一个管呼一吹，吹出一球来。造型、啊、哎，你想吹什么？哦，你看，哦，你肯定是猪，对不对？哎，吹一下猪。什么叫不是我？你可以喜欢想要一个那个。对对，哎，小猪，小猪，哎，吹出来，哎，你看，缺个鼻子，一薅出来，给你，哎，一吃，吹出一佩奇啊！对对对，这个七喜八街九教堂。哦，我们这个排第七，就是我们戏。那您也不能那么说，您就说您是演员就。别不敢演员，现在这相声演员可以了，戏的谁瞧得起我们呢？您也这太如此的没落。又怎么还没落？真的没人瞧，现在谁瞧得起唱戏的？人家都是相声演员，现在可能还差不多。
我过去我们那个没人瞧得起。您可别这么说。说实话，说到这儿，比较寒心，不痛快了。家传这个，您家传这个？对了，这家传哪个曲种的？这是就是。不是二人转，那个我都没听见您说这个。他刚才说一个二人转，我们这个叫您说高腔，高腔，哎，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弋调高腔，调，可以啊。我也知道这么点，别瞧不起那没脖子的胖子啊。哎，第二段时候不是没屁股的臭虫吗？这差不多，现在屁股不找着了吗？对，长脖子上了，你瞧瞧。嗯。还能伸缩，你看，差不多了啊。咱说我们这个一调高 腔，哦，您还是家传。对了，我爷爷的爷爷传给了我爷爷的父亲。你先等会儿，啊，接着说。如果是吧，我爷爷的父亲传给了我爷爷的爷爷。嗯，哎，不对 啊，这就这边两辈来回倒着传的，没听清吗？我以为踢球呢。别拦着我 啊！我爷爷的爷爷传给了我爷爷的父亲，是我爷爷的父亲传给了我的爷爷，我的爷爷传给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传给了我，一辈一辈。哎，你学吗？我学，我不学。你看这玩意儿要失传，好家伙，这刨一坑这儿等我呢，没人继承啊！我不是，这不怎么那叫继承呢？这话心里边寒心，赶紧死去。那你就成孤儿了。对，我咱没完了是不是？老师没人学吗？这东西还闷这东西，您瞧瞧，不是没人学，您也别往我这儿抄便宜。您不是说您世家吗？打小就学着传下来的唱戏啊。您也别寒心，您在这儿唱一回我们看看不就完了吗？不是，这东西啊没人愿意看，也是听的人是少之又少，会唱的人那是凤毛麟角。就因为是濒临灭绝了，所以我们才得听的嘛。这玩意儿自己你就没法唱。不，这个大戏也不是说一句两句三两句。有我呢，怎么了？我给您伴戏，我给您配戏。咱俩？对，我跟您学学。咱俩也不是一级别呀，你不配呀。你少蘸点那蒜酱好不好？我吃的蒜茄子。哎，我说这味儿挺重的。我是不配，跟您这家传的是。我们打小那么大的时候，那玩意儿那么大的时候就学这个呀。哪么个玩意儿那么大的时候？小辫儿啊。哦，您还梳一朝天杵。我谁揪着您这头发了？是怎么了？打小我们就学这个，你这一天天你这一根都没有，你学这玩意儿？不是，咱不以头发论长短的，对对对。但我跟您学，因为我也会一点儿，会一点儿。所以我跟您，你要真想唱，今晚你上我那儿。半夜两点来，我好好的，我给你掰开掰开。您别掰开了，我这情窦我媳妇已经掰开过了。不是，我给你掰胳膊腿啊，唱戏有这个呀。哦，身上。哎，对，我这有吗？拿一山包，嘿，双飞燕，嘿，这都还有旋儿的。好，虽然说没旋起来吧，哎，挺好。现在来说肚子大有点坠得慌，在家今天吃的蒜茄子多。对，你离我远点。太沉了，这不，咱呢，这我比您岁数大，我来不了这些动作了。您给我说说唱腔，唱腔啊？对，再说了，唱腔那行，上我们家今天晚上两点，我看我你张嘴啊，我好好跟你通通。对，好好，拿我当马桶了是怎么了？喊嗓子呀，一得通嗓啊。那也咱别两点喊嗓子呀。那怎么多扰民呢？白天人不笑话你吗？白天笑话大伙儿一笑话你，这寡妇失业，你不要死这儿了，你这玩意儿。不是，您看清楚我性别了吗？我这寡妇失业的了就。我怕人家一笑话你，不好意思在台上哭泣一下自爆了。我没那么大脾气吧？回后台里边光叽扎尿盆里死了。我还扎尿盆里死了？撑死了。我，您有完没完呢？这是您这是行家吗？您要怎样啊？我就说在这儿跟您学一出，大伙儿也听听您的戏。大不怕大伙笑话您？我不怕。不要脸了啊！不要了。我不怕，我当初您给我那海藻泥都不要了，咱全撕掉，全撕掉了。行，好不好？那行了，行不行？你要喝得出去，咱就来。哎，我是喝出去了。行啊，我这跟您学一出。学哪出？您给大伙儿。哟，这您这还让我挑戏？你挑吧，那我得偏您了。我会的不多，咱们就来他一出这个《窦公训女》，又叫《全德报》。全德报是好行，一提还提出一大出来，大名小名我还都知道吗？知道啊，这是一个连台的本戏了啊。但是因为唱的人也不多，所以留下来就这么这八本。哪八本啊？头本《官榜》，二本《别女》，三本《入府》，四本《招赘》，五本《洞房》，六本《训女》，七本《考童》，八本《荣归》。你还都知道？那当然了。
三字经里边有这么几句嘛，叫窦燕山有一方娇五子名俱阳，对，说的就是这个窦燕山的这个故事，窦公训女嘛。啊，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残唐五代，有一个落魄的将军呀，名叫高怀德，对了，少不得志，妻子亡故，留有一女名叫桂英，他们是皆因啊这个高怀德的父亲与前朝的皇帝郭威有仇，因此不能出仕为官，可是家中无以度日，于是就向窦燕山借了300两银子，让义子高同外出贸易。高同一去3年没有音信，300两银子也还不上。这一日啊，高怀德在大街之上看到招贤榜，心中暗想，我何不进京考取功名，怎奈家中有17、18岁的闺女让他放心不下，于是就回去跟姑娘说清，让他去窦府为奴，抵偿银子的债务。姑娘点头应允。怀德走后，姑娘怀揣着文约来到了窦府，将事情与窦燕山说清。窦燕山听罢之后撕毁文约，来，你上这边听得清楚，撕毁文约之后还认了高贵英为义女。这一日窦府来了个投宿的公子，此人名叫石守信，只见他生得齿薄唇红，风流倜傥，窦燕山甚是喜爱，就把闺女许配于他。洞房花烛之夜，石守信见姑娘满面泪痕，大惑不解，忙问之下，姑娘这才哭诉前情。石守信听罢之后暗挑大指，我那嫡系之岳丈真乃信义之人，我何不进京考取功名，待我翁婿双双得中，再与小姐完婚，不知姑娘意下如何。高贵英点头应允。夜半三更撕开后花园之房门，放走了石守信。转日天晴，老院公见马棚之下不见石姑老爷马匹，大惊失色，忙问丫鬟才知原委，于是将事情禀报给了窦燕山。窦燕山将女儿呼出训责，就叫窦公训女。由于整出戏唱的是高贵英高小姐，深明大义，四美俱全，因此又叫千金全德。再来一遍哈，窦燕山有一方娇五子名俱扬，这个故事发哎哎，老师您来了。哎，你不觉得这样的话我比较尴尬吗？不是，我这给您说的。我用你说吗？我问你，你知道吗？你说知道俩字儿就可以了。谁让你说完了？我以为您考我呢。我考，我怎么那么爱考你？我有那么大炉子吗？哪个考啊？您这我考你，我往这一站，你知道我无地自容，知道吗？我都要下去了，发现没有空座。您要下去，您还得买票去。下来坐你怀里啊。不行，我怕你坐怀疑断了。不是，我就跟您说，我知道这戏。你知道，谁让你说了？哎、说完等着咽气呢。缓了两口。怎么炉子已经烧热了，等你去呢？现在不赶趟了，你我就知道知别显呗，这玩意儿谁不知道啊？是是是，对不对？那大戏藏着呢。对，咱不能唱全了。那、啊、怎么办？咱唱最精彩那一出。洞房。对，哎、来来来来，洞房，我这来，别。你这手法太快了，咱不唱洞房。洞房精彩呀，洞房那噼里啪啦的呀。怎么就噼里啪啦的呢？这个洞房不唱洞房，咱们训女。训女不精呗。洞房不让唱。唱不唱训女？行，我这行，训你，来。训我干嘛呀？训你。训女。等会儿。我说您那是窦公训女吗？这是不是？您这不是小白训狗吗？这是。你看你还知道啊？废话了，这是。洞房多精彩啊！那不好。哎呀，不要！不要洞房，就要训女。行，训女。哎，然后这个咱挑完了戏了，咱得分配一下角色。分配角色。对，不用分。嗯，都给你。都给我。都给你。不是，咱俩人唱戏都给我。怎么了？那您干嘛呀？我训你啊。您别直接，你哪儿唱错了？我跟你说呀，是，但是咱得唱着的时候您再说，那么大伙儿听什么呀？行，好不好？咱这样，咱挑挑，觉得你先挑，你挑剩下你再挑。好的，那不还是我一人唱吗？怎么着？你一块儿挑。行，这样我先来挑。那个，那我窦公，那我窦母，我窦油葫芦，我窦蛐蛐，我窦大人，我窦小孩，我窦小黑小子，我窦大半娘们。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一人一个吗？哪儿一人一个？我窦公，您别窦母啊。公母啊？不是，这公不是那个公，窦公窦燕山窦公。你说窦燕山呢？你还来个窦公？你这玩意儿，不是我以为您知道呢。谁了解你这里头黑话呀？我这是黑话呀。别来这个，就窦公窦燕山。哎，窦燕山。对了，对吧？您窦燕山。对，咱得那我呢？您来窦夫人。我
窦夫人，好不好？您不是窦母吗？行啊，风韵犹存啊。主要就是这犹存，对不对？行行行，好。哎呀，还挺媚气啊。嗯，别忙，老师，咱接下来还有角色呢。这窦一生嘛，窦夫人啊，是，还有角色，有这个老院子啊。您怎么太入戏了？这是老院子干嘛的？老院子通风报信的那个，精明能干。哎，对对，我来呀、啊，精明能干，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好好好，粉妆玉砌，哎呦，傲骨英风，哇，这都是特别点题。您自己没有这么夸自己。娘们今天是夫人，现在是院子。对，现在说的是老院子。对，然后接下来还有、还有这个，小丫鬟干嘛的？这伺候这个高贵英的。你来，你看像丫鬟。我女性小丫鬟，我来，你来，行行。我对你真是命。哎呀，还有这个石守信，干嘛的？姑老爷刚才说的那个。我来，英俊秀子。玉树临风，粉妆玉砌，傲骨英风，翩翩。给米饭啊，坐。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您来这个石守信是吧？然后还有高贵英，干嘛的？石守信他媳妇儿。你来。好，我来。还有这个高怀德，干嘛的？吴老生，进我来。哈，风流倜傥，就不能让他说完吗？你打死你！第二句就娘们唧唧的，不要这么说话啊！您来高怀德吴老生啊，还有一个高同，干嘛的？高怀德他儿子，我来。你看好角他都抢走了，这好角是吗？我不是你媳妇就是你儿子，你先别高兴。我跟高什么兴？我哪儿高兴了？我这模样高兴了？你看你乐的，一张嘴我都看着你裤衩上那花了。您甭来这套啊！行行行，这你小佩奇，乔治。行了，这人物分配完了啊，咱也就这样了啊。哎，挑不挑的？还有这么个事儿，您受累跟我搭的桌子。什么？跟我搭的桌子？我跟你搭桌子？对。疯了吧，是不是疯了？夫人搭不动、不是，我们只负责生孩子。对不对？夫人能搭桌子吗？老师老师老师，过去的女子只负责生孩子，是对不对？你没事了回来咱俩就生。对，谁没事儿啊？老爷负责出去赚钱跑业务，我就在家生孩子。您还没演夫人呢，咱还没入戏呢，咱现在还是各现在就等等，一块儿我给你搭。您受累了，来一块儿，好吧，俩人快。哎，好重啊！多新鲜呐！我这抬你这摁能不重吗？不是，啊，夫人没有多大劲儿。不是，咱俩一块儿，一二走啊！一二，您这练一指禅来了是怎么？俩手，这。啊，老爷好棒啊，老爷！啊，我就说我没有嫁错这个男人。我希望你什么时候都这么棒。可以，差不多了啊。然后还缺两把椅子，一人拿一把。老爷，你不知道疼你娘们吗？不知道。快去吧啊，快去吧。白嫁给你。Thank you。来啊！赶紧去。来啊，去啊，把凳子扔下来给我来。至不至于的呀，搬起来呀，脾气还挺大。老爷跳得还挺高，那是。这，咱们现在就准备开唱。别，这就开唱啊！哎，因为都布置好了。不是不是，这别开唱，这谁知道我是夫人呢？哟，那最起码你最起码得穿那个寿衣得有吧？寿衣。夫人穿的那个衣服，唱戏穿那个花花绿绿的，绣个煎饼啊，
煎饼，修个烤冷面呢，加不加肠啊？加个肠啊，鸡蛋、辣椒、孜然呐、啊，醋啊、糖啊，你要甜口咸口的呀、啊。是，您这里边不光蒜茄子，还有这个呢。不是你得有行，不，您说那叫唱戏的，那叫行头。对对，行头，海水姜芽，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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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他这行头都3D 版的，你看看，我们没有那唱戏的行头，咱就穿这个。没有唱戏行头，我跟你唱个六啊。你可以给我双击一个六啊。这谁知道我是夫人？那没办法呀，夫人你太粗犷了吧？这分包感觉，您就来斗夫人，您说怎么弄啊？这个那最起码你最起码夫人得像个女性角色呀。我们这也没法化妆啊。把你头套给我。把我这头套也忒稀了点了吧？我没东西给你包一包头行不行？您拿这个呀，手绢包头。嘿，那我还真头回见了，你看不容易啊，咱们找着这么一位世家啊，一调高腔。不是，那包头不让您蒙面呢，这是。哎，行了，家伙，这哎呦，皮肤还挺紧致啊！皮肤好紧绷，好紧绷，好紧绷。你怎么？您，我想起那我们家马桶来了，我那儿。这已经还是白的盖儿，你看没有？嗯，那啥，哎，好的，小便。哎，行了，行了，行了，您这小便可以了啊！行，咱这回可以开唱了啊！好吧，好，准备好开唱啊！啊，好，有请乐队老师。好尴尬，乐队老师只能鼓掌。乐队呢？没有乐队。来，大哥。苏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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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苏伟，这是什么乐队？这是，咱到哪儿了？咱们这是，别晃了，苏伟。说什么有什么，没有乐队，没有乐队。苏伟，苏伟，嘿。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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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伟，嘿，苏伟，苏伟，嘿。老师，留神您的小便啊。小辫子，哎，可以了，可以了，因为没有乐队，没有乐队，哎，有个好主意，什么主意？拿嘴学，就像你刚才那个哒哒啦哒，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咱一调高腔，哦咦哦啦啦，军军哇啦哇啦哇啦，哦咦哦啦啦，军军哇啦哇啦哇啦，奔嘿嘿，您到底是什么世家呀？您这得有乐队，你得有声吗？不是拿嘴学，咱不能学这个呀，学一调高腔的家伙，一调高腔，就，就。您这世家是从抖音那儿传下来的。行，咱来。我不用提醒了，您没问题吧？拿嘴学。哎，对，拿嘴学来。咱这都归后台。归后台。对，后台打架伙。好吧，好吧。您上场，我打架伙；我上场，您打架。好。准备好了。都四个点了，看来应该永和豆豆应该挺大。我不要这个。什么玩意儿？什么？你这屁了扑棱，这不就不不不不？我没听清。我要能听清楚，我是那个。行，我行了，还有伴奏。哼，诸位诸位，没有这个。来啊！打什么家伙？不是，您怎么不明白呀？咱这冬秋锣，打冬秋锣。对呀，早聊啊！啊，什么叫冬秋锣？冬秋锣就是冬秋冬秋锣，冬秋锣。对，打多少？三棒半到台口。三棒半。哎，行，合为一棒。你看，冬抬腿，秋落腿，这为一棒。行了，好吧，错不了，没问题了。来吧，没有错不了的事。对，他就没对过。哼，您闹秋啊？你倒闹腿啊？您不秋我怎么闹？不闹腿怎么秋？我错了，您呐稍微快着点好不好？别那么慢了啊！你早聊不就完了吗？得了，您呢，快着点。哼，动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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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了？地上有狗粮啊？不是，怎么家里来且了剁馅儿啊？
不是你不让快点，我让您动秋动秋，您这忒快了，这个那怎么着了又得，您呢您跟着点我的步伐好不好？行，跟着点我的。我呀事还真多着，行了。冬秋冬秋冬秋蹲什么声？半磅啊，三磅半，还有个半磅。半磅我掉沟里了。招来嫦娥起永恒，苏喂苏喂，没有苏喂。没有这个，您呢？您该出来。我出来。您出来。我再来一句啊，苏喂，不是，招来嫦娥起永恒。冬秋，冬秋，冬秋，冬。我媳妇也掉沟里了。冬秋，冬秋，冬秋，你出来，出来！冬秋，冬秋，冬秋，冬。唱唱唱！冬。老师，您守灵来了。你这嗑唠的都要唠碎了，是我唠碎了还是您走碎了？这个怎么了？我又怎么了？我这都唱完了，您三棒半到台口，您唱啊！我唱什么呀？我一个乐队，我唱什么呀？谁说乐 队还得兼唱啊？不是，您走出来了就是夫人了，就不是乐队了。那你说一声啊！这还用说吗？观众刚交代清楚，我这是乐队老师，怎么就成夫人？交代一声，乐队老师，您在这待一会儿，我是夫人了。哎，站好了，站好了，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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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明白了吗？就是这意思，对不对？乐队就搁这儿了，您这会儿就夫人，我这夫人了。对对对对对，来吧，再来一句啊！招来嫦娥起永恒，今天观众特别多，让你统计票房来了，是怎么了？唱什么？仙人堂前猎绮罗，这不老词儿吗？就是传统的呀。老词儿也唱啊？当然了，行行，你唱老词儿来。招来嫦娥起永恒，仙人堂前猎绮罗，呵呵。老词儿里没有呵呵呀，这还甩腔？还接着来吧。啊，夫人。啊，汉子。汉子不对呀，啊，爷们儿，爷们儿现在的词儿了，屋里的，屋里的不是这个呀，欧巴，撒浪嘿，您行了行了，我跟您说，您得叫老爷，老爷，夫人，老爷，这是一套称呼，哦，明白吧？这一套，对对对，我以为老爷汉子呢，没有，老爷太太一套，啊，夫人，啊，汉老爷，我成汉朝的老爷了。夫人请坐，老爷请坐，有座有座。让开！怎么了？上哪儿就坐去？这坐那是我的，你坐这会儿。咱俩没离婚，分那么远。不行！你别甩石，你甩什么石啊？不甩什么石啊？废话，咱俩椅子就拿一个不就完了吗？你坐那儿啊。这老爷没有，咱俩没有一点缠绵吗？没有。你看，你看，你看。坐，行行，请坐，请坐，有座，有座。夫人，夫人。带纸了吗？我又怎么了？您跑这接手来了，是怎么了？我挡着点吗？不是，您挡着，您好歹，您夫人，窦夫人，您得。端庄一点，您别老这，对不对？端庄不等于泛浪啊！
这差不多自己体会了。阿夫人，阿老爷，你我女儿哪里去了？呵呵，这是要尬聊的节奏吗？怎么了又？上哪儿都呵呵去，说戏词儿。哦，说戏词儿，妾身不知。知道。阿夫人，阿老爷，你我女儿哪里去了？你猜。咱们不是猜谜语的节目。那是什么呀？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这会儿就说这句。对呀、啊。还有前面一大套都不要了，不要一大套，我们还有翻跟头，翻到二流转体两天半呢。那是我爸爸骑自行车翻的，那是。行，不要这个，不要了，成。阿夫人，阿老爷，你我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呀、啊。怎么？你要刺杀你老爷？老爷，没有伤到你吧？可以，就没有伤到你的腿毛，毛都没有。再来，重来。阿夫人，阿老爷，你我女儿哪里去了？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啊。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院子报来？可说呢。咱能不能说戏词儿啊？有什么？您这聊天来了，院子报了。院子报，院子报，谁报？院子报，谁报？你，我报。你报啊？报。废话半天了，真的，赶紧报。报。好，来来来，报报报报报。哎呦我的天！我跟你说，我抱一个煤气罐，你知道吗？咱唱的还是洞房是吧？抱着你入洞房吗？谁让你抱我了？来吧，小老爷。哈，还小老爷？你看，您哪？您这会儿是院子了？怎么了？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这会儿院子报呢？对呀。那夫人呢？夫人搁这儿了。你交代一声，你不交代，观众哪能明白呀？怎么又赖我呀？喂，夫人，你跟着坐一会儿。好，坐下。这会儿我就院子了。哎，月子老师，你俩辛苦辛苦。我不想唱了。咋的了？老觉得人格分裂了，您的。你不交代，一个人赶这么多角，观众看不明白、啊。您分包感觉自己演明白，大伙儿自然听清楚了。自己演。对对对。行行行行，再来吧，您的。阿夫人，阿老爷，你我玉儿哪里去了？嗯，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啊。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院子报来？为何？院子，院子，您赶院子的，院子的。报。冬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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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冬秋。啊，膝盖好疼。快快快说话，院子。什么？啊，好，好说话。冬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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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冬秋，秋天的冬冬秋。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何事？没事儿，没事儿。会聊天吗？有事儿，有事儿。何事？哼，你猜。不是，怎么跟夫人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怎么？不是，昨夜晚三更时分，十五老爷我家姑娘在后花园洒泪分别。老词儿，就是老词儿啊。啊，是是，再来。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何事？昨一晚三更时分，石狗老爷与我家夫人后花园洒泪分别。跟我媳妇跑了。啊，不是与夫人，这不是一个伦理剧吗？什么不石狗老爷与我家小姐高贵英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洒泪分别。我说的什么呀？您说是夫人了。看、啊、我记错了，记错了，对不对？也不一样嘛。那个再来一遍，再来一遍。院子报来，院子报来，报来，报来，报报。冬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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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冬秋。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何事？昨夜晚三更时分，石狗老爷与我家夫人后花园，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洒泪分别。哎，你在怎讲？洒泪分别。这嘚瑟什么呀？你嘚瑟？嘚瑟什么呀？你嘚瑟？嘚瑟什么呀？你嘚瑟？跟谁俩的呀？您先消消气儿啊！我这不消，不是您消你咋的？你是院子，我还比较客气的，我都客气的问你，我消你信不信？你是院子，你是傻子，你吃我的，你踹我的，我是你姥爷，我是你爷爷，
你这完整是戏霸呀，这是你这都怎么唱的？这我辈儿上去了。不是哪个呀？您听我说啊，您扮演的是老院子，怎么的？通风报信啊！昨夜晚三更时候的事儿，你到现在才告诉我，当老爷的我能不吹胡子瞪眼睛吗？我能不急吗？我错了。啊，乖，捶捶你小胸口。行，不是不行，这个。您错不错没关系，别生气了、啊。是您的剧中人物得找这感觉，您明白吗？剧中什么感觉、啊？您别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呀。您得有这种感觉，就我是主子，您是奴才，演的奴才啊。主子发威，奴才撒虽。撒虽，对，撒虽就是撒尿的意思。哎，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是心理活动，后边也没有。怎么来、啊？是心理活动，不让撒，不是不让撒，是没有。那怎么奴才撒虽呀？您心里，您一听这个，我一生气一愤怒啊，您就这个全身颤抖，体似筛糠。颤抖都还不憋的吗？也有害怕的时候。害怕？对，颤抖，磕头如鸡奔碎米一般。好比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地上有个地缝，那时候都得钻进去。你这么一说，这不都是心理表演吗？这我觉得不用说了。说这意思我明白了啊。好比老词什么？嗯，主子发威，嗯，奴才撒虽。对对，撒虽可不是撒尿。对不对？他是表现内心的恐惧。哎，对，哎，好比说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跑不了了，对不对？好，体似筛糠，磕头如鸡奔碎米一般，害怕。就好比哪儿要有个缝，都得钻进去，浑身哆嗦，就看您那抖功，就找那个缝啊，紧张感。对对对，有缝马上就进去，恐惧的那种。来吧，没问题了吧？放心，错不了，哎、没有错不了的事儿。对，我就怕您这句。您呐，您也甭包头了，咱直接来吧。直接包头，打头来，打头。不用包了，你已经够。你看这个演员对艺术啊还是很严谨的哈。哎，我这媳妇又换一发型，你看。再来啊！嗯，趁冬秋，冬秋，冬秋，冬。招来嫦娥，启用火。冬秋，冬秋，冬秋，冬。唱对，别跑了。仙人，仙人堂前猎绮罗。啊，夫人。啊，老爷。夫人请坐。老爷请坐。有座，有座。夫人好好坐。哎，啊，夫人。啊，老爷。你我女儿哪里去了？可说呢，戏词儿、啊、老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啊。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院子报来？为何不见院子报来？院子报来，院子，院子，院子报来。报。冬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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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冬秋。清明老爷，大事不好！何事？有事儿。废话，何事？好，昨夜晚三更时分，石鼓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撒雷分别。你在怎家撒雷分别？啊！这老师，您这干嘛呢？找缝呢？去你的吧！